浅薄的意识终究只会让人失望。果然，只有起源。撤离虚恒。云歌师的灾难是盖亚的问题，单凭修正者的力量不可能解决。离开虚恒是最符合大家利益的选择，但是虚恒的修正者会守在虚恒直到最后一刻。先生，意志虚核并未修复你的全能，大家都能察觉到你的变化。自从你与奥丁从原层回来以后，这个体验没有时间，文明的稳定最不能让人冒险。我们现在就是在浪费时间，这是在争取更多时间。你不是想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？文明在燃烧，同伴接连死去，真正的死去，不再有重启和轮回的权利。人类沉溺于生活的粉饰太久，忘了它的本质，叫做生存。我不建议你动手，总要有结果，那就要用实力来反驳。这里是虚恒，我说了算。一个说服自己停手的理由。我们都在做自认为正确的事。来吧。好。